那我们现在已经到达我们安达鲁西亚宴会厅了哈。宴会厅，宴会门非常漂亮哈。哦，这个西班牙的古董门，哦，真的很棒啊！对，好，这个门来看，哇，这个门真的很漂亮，它整个好美哦。哇，好大一片哎！对啊，所以当初是从西班牙运过来，我们是从印度那边买过来的。哇，这真是历史的东西耶，看得出来的。而且以前他们在盖房子的时候是先盖门，对，所以会先有门才盖房子。是这样子啊，这个有感觉。这扇门卖多少？啊，没有卖是，抱歉，无价的啦。不要什么时候谈到钱，太现实了，对啊。可以刷卡吗？可以送的吗？可以送。好，那我们再布置吧。好，来，慢慢，来布置。你看大的，我再给你帮忙搬。好。我们来放在这边做布置哈。布置了，布置。那你们这几层的话，跟我放在这边。我这边要当前景，对不对？这里好。那我这个是放在后景。垂下来哈，把它稍微垂下。好，那剩下的部分的话，就是摆在这个。好，没有问题。报告关于运河还有那个园艺的部分，对，我们都顺利打工完成。哇，看到你满身大汗，一定非常的卖力。对，我们刚刚把运河真的清得很干净，我们刚清了一大袋的落叶，所以这一趟来，其实感觉上也不是只有打工换宿，是比较像是打工度假，对不对？对，真的是说的，来到这个地方，我们真的就觉得有度假的感觉。对，不管是早上的氛围，对，员工脸上的笑容，对，发现这边每一个员工，他们都是带着很愉悦的心情，在这个空间当中工作。真的，全世界有好几种是那种很幸福的工作，哦，在这边工作是很幸福，没错，应该是很开心。对，员工的归属感非常的强。真的非常感谢协理给我们这个打工换宿的机会，谢谢，让我们住得开心，然后这种工作其实也是非常也是非常开心，舒服的，一日理想人，终身理想人，是，好不好？这个我们就以后继续留着用。好，下次来看再 upgrade 一次，好不好？ upgrade 那好，我们现在是实习生嘛，对，下一次来我们就是经理好了，好不好？没有，哇，这是怎么样分的？那怎么分呢？责任嘛，没有，我是客服部，你是运河部，什么部的？园艺部，看你到时候没问题，谢谢你。那也希望说你们接下来在花里的一些行程非常的顺利。好的，好 ，OK， 谢谢，拜拜。好，那你们刚才非常辛苦的打工，那也换取了这个振兴券。哦，这么好，这是3000哎，对，清河道非常辛苦。哦，这个好，刚刚都有看到，有看到，都有在，我们真的很认真，我们都湿掉哎。那接下来，那花莲有很多美丽的景色，对。那你们辛苦打完工之后，我就带你们去欣赏一些美丽的景色，是放风吗？放松一下心情，我很放松啊。不要再骑脚踏车，现在说放风就有点了。对，我们不已经忐忑，已经上过一次当了，就是要调好啊。对，这次绝对没有问题，真的非常美丽的一个地方。OK， 这三千的，对，好，很好。我们出下一个 ，Go。拜拜。啊，他不知道看不看到我，看不到，黑的。
景真的好漂亮哦，各自的景色都看完了，看完了。我刚刚去湖边那边也拍了照片了，真的欢迎大家常来花莲，真美，这种氛围真的欢迎大家出来走一走，空气又清新，希望大家看到这边。没错，真的让我们知道花莲有这么好的一个，这个超多完美照，对啊，完美打卡景点太多了，太值得了。真的有放风道哎，是有放风道。而且我刻意避开脚踏车那个部分，你有鼻子往那边看，千万不要往那个。等一下又要骑脚踏车，不要。但是当众没看到他。好，我们放风完毕了。完了，接下来有什么工作啊？来啊！啊，嗯，这么快要工作啊？我们到了这么大的一片草地，这么美的地方，你不觉得就要玩一下大地游戏吗？哎呦，既然你这么说了，仁甫哥感觉有什么？就是我们放风这样子走一走，看看太无聊了，我们就想一些游戏来玩。你说吧，我想现在鱿鱼游戏这么红嘛，对，我们就来玩个一二三木头人，三个人。哎，三个人很好玩。我跟你讲，我们不要用枪，不用枪击，不要这枪，当然不行，没有，我们就从这个椅子上面出发，两个人从这边出发，一个人当鬼，鬼背上呢就贴两张振兴券，然后呢你呢只要过去拿了这个振兴券之后往后跑，回到这个位置上坐下来，你就获得这张振兴券。对，我了解。但是如果你在抽下来那一刻往回跑的时候被鬼转身追到的话，没收背上的两张振兴券就是鬼的，漂亮。哦，好玩，鬼其实有点像庄家的感觉，对，鬼就是有危险，但是它也可以翻品 ，double 的意思啦，没错，好，我们玩三 round 好了，好，然后呢，看谁手上的振兴券最少，对，那个人呢就要接受一个真心话大冒险，时间。我想到我昨天那个跑阶梯的，这边超大的。我们先讲好，我们就环湖跑一圈回来。这个湖很大哎，这样我们大家才哇，才要拼啊，大家才会想玩啊。这样子，又有钱可以拿，又可以运动，用跑来，然后跑一圈，画面也美，对，空拍的摄影师也不会在那边没事做了。对，能够笑成这样子，我没有理由拒绝，是不是？我向来是享受危险，是吗？可以，来吧，猜拳谁当鬼？剪刀石头布，好，这跟昨天一样，一模一样，就你当鬼了，啊，你当鬼，我当鬼了，哎呦，开始了吗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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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两万卡，两丢卡，叫阿爸背地卡 ，OK， 开始，一二三，木头人，哦，眼睛，他的眼睛好厉害，他的眼睛会动。小心，犯人啊！别拖坑啊！有什么人？有什么人？哎！有什么人？哎！哎！有什么人？哈有什么人？有什么人？瓦力也完了！有什么人？瓦力，你有什么人？太近了啦！有什么人？有什么人？一二三木头，一二三木头，一二三木头，我怎么会在下面呢？一二三木头，一二三木头，不行，不要被追了，我喜欢听，一个，对吧？从老鹰抓小鸡的概念。我觉得我好幼稚哦！一个娃来了，我加速一个，一个当鬼，一个当鬼，啊你当鬼，啊你当鬼，对啊，这个要跑一圈呢，都好累啊！这样粘在背上，我已经一张了，我已经一张了，我要躲，要推一波，鬼也有一张了嘛，还有抓到人，有这好玩啊！哎，我发现刚我们那个招数蛮难的，很难，两个人同时抽，对。他根本不知道追谁啊！对啊，不知道啊，所以有战术的。当初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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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加油喽！准备好了 ，Round Two， 请开始。一二三，他们有木头人。三木头人，有三木人，有三木人，有三木人，好。啊！太快了！这中了。淘汰。来，一二三木头人。我干嘛要木头人呢？一二三木头人。一二三木头人。哎呦，没有被骗到。一二三木头人。一二三木头人。一
一二三，木头人。一二三，木头人。不要逼我！一二三，木头人。一二三，木头人。木头人。小心！好恐怖！好强哦！好恐怖！好恐怖！好恐怖！我刚真的可以扑过去抓你，但我怕他会，我会飞扑受伤，飞扑最让好我当鬼，换我当鬼，玩一下，玩一下当个鬼嘛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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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 ，Wrong three， 小心哦，虎哥，我有超强电眼之称哦 ，Ready， sit， good， ready， 一二三，木头人。你们的打工地点我已经传在你们的手机上面了啊，这么厉害，你的手机将在五秒后消化，赶快记起来，哇，这家一定很厉害，你看他的肉有多少，看你准备这个一大袋，这一袋200，真的，每天下午就休息，是是是，哦，哇，黏黏的嘞，那我的没有黏黏的，哎，为什么会这样？这边这边，然后这边动作要快，不然它的皮快熟了。哦，好好，探访最美丽的台湾风景，跟着我们一起远离都市，真人打工旅游实境节目，赶快订阅。请问今晚住谁家频道？记得开启小铃铛哦。